ký tên vào đây. Xin tại chỗ này ký tên. Xin chào. 学粤语，说粤语，族群和谐更有趣。欢迎收看《越说越好》每日一句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黄凤。大家好，我是冯涵娣。听说黄凤老师已经使用中文很多年了，您觉得中文容易学吗？听说读这方面我认为还是蛮容易的，但是写的我觉得真的很难。是啊，很多越南姐妹也跟我这么说，中文字笔画太多了，学得很辛苦。可是他们签自己还有签家人的名字都签得很漂亮哦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我写我的中文名字也是最漂亮了。我们现在去办事情都采签名为主了呢。哦，太好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学一句请在这里签名好吗？来，麻烦你帮我填一下这份资料。好请问这里是填写我的名字还是我先生的名字？是你先生的名字。好，我这样写都对了吗？好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里麻烦填一下你现在的住址。好，好了，麻烦你再帮我看一下。好，都没有问题。新基电保带。好。户政人员要求越南女性在文件上签名，她就这么说的。好，都没有问题。新基电保带。好。新基电保带的句子中的新在动词前方表示一种客气礼貌的要求，含有请的意思。动词给在这里相当于中文是签，丁则是名字，而 vào 是指在，来在这里是指这儿这里的意思，所以新ký tên vào đây 就是指请在这里签名。新ký tên vào đây 是一种很有礼貌的说法，那我如果说mời ký tên vào đây 可以吗？mời 本身是有邀请的意思。通常呢，在他后方会明确交代要请谁，所以我们比较习惯在mời后方呢加入人称代名词，所以会说成mời anh ký tên vào đây。这一句呢，感觉上很有诚意、尊敬，适用于对长者或是需尊敬的人。所以使用不同的词就会有不同的说法跟不同的意思咯。是，大家都了解了吗？现在请跟我们一起来练习短句中的句子吧。新ký tên vào đây。新ký tên vào đây。新ký tên vào đây。复习总是不能忽略哦，我们再回来看短句复习好吗？来，麻烦你帮我填一下这份资料。好。请问这里是填写我的名字还是我先生的名字？是你先生的名字。好。我这样写都对了吗？好，我看一下。这里麻烦填一下你现在的住址。好，好了，麻烦你再帮我看一下。好，都没有问题。新ký tên vào đây。好，新ký tên vào đây。今天我们不但学会了这个句子，还学会了另外一种使用方法，每安ký tên vào đây，真的是非常有趣啊。是，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感到越南语的趣味吧。是的，每天只要5分钟我们就可以学会粤语了。我们明天见。 Hang up line。